洋人都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了，总该有个中国人站出来，否则他们真把我们当东亚病夫看了。作为朋友啊，我是真替你高兴。实在，国人当自强，洋人瞧不起我，也确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自己总是打来打去，互相瞧不起，让人笑话。洋人把我们看成是东亚病夫，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有些人自己有病都不知道，而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知道有病而不去根治，还成病夫之。真没想到